不用交平安，平安。我们开始我们的聚会主干，也按照我们来聚会前，我们来宣读这个习英文啊。我们这次弟兄来读蓝色字啊，绿色的部分没法读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选地和兴奋。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座，便说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且他要尊贵为冠冕。你看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十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。凡自己还要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和行。那我们用主导文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我们将背诵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要的是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的责担，不叫我们今日吃饭，就如同我们求的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万有永远。神的爱是如此的美好。在刚才北极圈的时间，好几天都下雨，对不对？今天就特别阳光普照，也非常适合唱这首歌曲。在寒冷冬天当中呢，我们轻轻都被阳光的围照，温暖我们。甘甜清澈泉水涌入，滋润我们的心田。永恒的爱来自于上帝，他赐下真正的新希望，何等丰富而且真正的平安。这个平安不是一般的宗教能给。这个平安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下来的啊！那我们一同来唱这一首诗歌《永恒之爱》。我们先跟小朋友先唱。
病痛的，我们来求神能够来医治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恩典之路上面，神必定带领着我们，神也必定牵引着我们，我们一同来为了我们自己来求神能够保守你，带领我们自己来献上祷告。
这不单节。我们基督徒呢，虽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商人的节庆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救恩的节庆。但基督徒真正要过的不是圣诞节，真正要过的是复活节。啊，真正要过的其实是复活节。但是在我需要在圣诞节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一件事情：若不是神的恩典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他何必要救赎我们呢？我们用来公读上面两处经节，在以赛亚书和约翰福音这两边，那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在旧约时期就已经应许了有那救主会来到。在新约的时候，他告诉了我们，若不是耶稣基督的话。我们用来大声的来公读这段的经节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请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奇妙设施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和平之君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同来读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但得永生。最美的礼物，绿色树下堆满的礼物，彩色卡片围绕着我们。用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，从婴童滑出。爱我们阿爸天父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，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诗歌我们不用唱，让我们用静下我们的心，闭上我们的眼睛。真的，若不是圣恩典，若不是他的救赎，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。我闭上眼睛在思考，在聆听，或许有谁想对我说的话，或许有我所想思想的。Thank you.
留下来就是一个纪念的一个日子。那更重要的是，那所带来的真正的平安，这不是一般的宗教所能有的，好不好？虽然是像大白天，但是呢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也可以面带真正的平安，永远不会离弃我。那我们来借由这首诗歌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。Yeah.
接嘴的孩子来到心中，认识你，学习你的样式。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故事的光，也改变了孩子们的生命。